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泰国啊，泰国的曼谷，这里有做鱼疗的，我现在做个鱼疗，感受一下做鱼疗的快乐。我去，好痒啊！哇，好痒，好痒。15分钟150泰铢，相当于30块钱啊！我已经好几天没洗脚了，这个鱼可是捞着了。哎呦我去，这么多！我去，太吓人了，整个腿都是鱼啊，好痒。哎，这是个越南女孩啊，越南女孩来这边旅游，新脏，叫什么名字？苏尼果。她已经完了啊。现在我一个人了，越南的。做15分钟鱼疗。哇塞，第一次做鱼疗。看泰国也有很多美女哦。这是在唐人街这里啊，唐人街这边很多美女，可能都不是泰国人，很多美的都是韩国或者是越南或者是中国人。刚才那个越南女孩她有老公。我去，这鱼疗真咬，太痒了，真受不了。这鱼今天可捞着了，真饱餐一顿呀，估计饿了半个月了，终于捞到一个没有洗过脚的了，让他好好的品味一下这个我脚的美味。看来我脚还是很美味的，要不然他们都吃的这么带劲啊。看好多欧洲美女啊。欧洲美女。OK 耶 OK 耶耶。欧洲美女太痒了，哎呦，再体验一下吧。你别说，这比洗脚好多了，洗脚都洗不这么干净，我真想一闷子给扎进去，把我全身都给咬一咬。近距离看一下啊，我去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要是在海里，这不成食人鱼了吗？是吧？看一下这边按摩，泰式按摩。就开始的时候痒，去体验一会儿就不痒了。就习惯了，看这个小男孩也在体验，都怕痒，刚开始都怕痒。我去，好黑呀、啊！完了，十五分钟完了，很快的啊，很快。擦擦脚，你看多干净啊！估计这鱼都没吃饱，好不容易遇到我。体验完了啊，已经深度的体验完鱼疗了，感觉痒痒的，非常刺激。体验完了，哎呀，这越南女孩她中文说的非常好。